幾千化緣喎，實冇學都得啦。佢哋係嗰句日本式嘅對白，好對唔住，我就係下一定唔會化緣俾你。對唔住啊。你唔係三公廿七嗎？阿彌陀佛，六四廿四，貧僧而家唔係以前嘅三九廿七，貧僧而家嘅法號叫做慧清。慧清，實在太出人意料啦！成日咁勇猛嘅差人，竟然出家做和尚，我身為你的舊同僚，我就覺得實在太遺憾啦！貧僧當年實在太勇猛，殺業太多。所以看破红尘，皈依我佛。唉，呢个警察故事嘅下场实在太悲惨啦。系咧，对啦。今日点解咁好嚟探下我啊？因为我想考验下自己系咪进入化境。太深奥啦！你嚟探我，竟然证明我自己系咪进入化境，有咩关系？施主有所不知。贫僧出家之前最憎嘅就系你，但系今次我系嚟拯救你嘅，咁就证明我系唔化咯。你即系咪要唔化？我身为呢个顽童嘅警察，手下文武双全，使唔使你救？化啦，化啦！贫僧有两件事通知你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第一，七天之后，到了晚上十二点。千万不要让穿粉红衫的女人来差人进入，如果不然的话，会有冤鬼缠身。你这实在太荒谬啦！无有无据。第二，千万不要骂人，如果唔系，你会有血光之灾，信不信由你。你骂人啊？啊？咁啊机？是 ，yes。这种条件都点熏头啊？难道真的撞鬼了？哎，这天好日子啊！什么日子啊？中元节来了！中元节。山鬼神鬼，一个上天梯，好鬼高兴，好鬼的会冒上嚟，冇晒控制，东转定东西。天地鬼鬼鬼计，皆因皆因鬼节有嚟。南无阿弥陀，鬼鬼鬼鬼，你咪鬼追住我。南无南无南无阿弥陀，大下你啦，你咪鬼跟住我。南无南无南无阿弥陀。好惊撞鬼，快拼命还鸡，快走点钟鬼去饮酒廿四围，免佢背地捞佢背上身体。鬼鬼鬼鬼，饮得不惊鬼食嚟。南无南无南无阿弥陀，鬼鬼鬼鬼，你咪鬼追住我。南无南无南无阿弥陀，快下你头，你咪鬼跟住我。南无南无南无阿弥陀。你咪鬼跟住我，拜下你咯，你咪鬼跟住我，南无南无南无阿弥陀。你咪鬼跟住我，拜下你啦！你咪鬼掹住我，南无南无南无阿弥陀。我拜下你啦，南无阿弥陀。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我听不到。好，杀雷上将了。
老兄，对不起，你挡着我的路了。我喊了你五秒钟，你给我开枪！哎，嗯，没有这么是吧？5、4、3、2、1，五秒钟过去了，怎么样？你们听，阿庆，阿强，要不要我帮你报仇？你帮我把枪拿住，我怕一时冲动。谁呀？太老了。跟爵士，我不是没有放心，我们不会滥用职权的。这件事呢，是件小小的民事诉讼，不必要老不会随便开枪的。好了好了，废话少说啊！你不是要打架吗？啊！来，你还有你，小子，一起上来！我今天差点用不着了。阿爷，平时嗰啲支持有枪都作威作福，呢位 Sir 先至系大众无所谓啊！打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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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是你的大背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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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回合你赢了，立场进攻，立场得理。哎，叫韩哥，多谢师傅，请客，请客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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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見過我真正的難接案，我就係呢個關係啊嘛，睇住啦，呢位 Sir 打輸咗，打輸啦，打輸啦，係啦，對啦，對啦，哎，這位老兄真聰明啦，我們把球交俾你啦，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見，拜拜，喂，唔準就咁徹底又話，算啦，輸咗拳頭，贏咗口碑，有分笑容，好似衝到啊，嗯，算了算了，哇，我有去買嘢，你笑得好睇啲啊！喂，老板，老板，阿 Sir， 先生买什么？有咩帮衬啊？越南鸡、日本鸡蛋，帮助我啲咩买啊？快手啲啦，唔该。好，得得。咩事啊？啊！谁球王？抓住他！我们现在该买东西，天黑以前我们一定赶快的。Over。警察都被人揍了，把中间那个万发大灯笼，哎，你们懂什么？这叫万圣灯。老家的习惯，中元节把灯挂在门口，那些孤魂野鬼就不敢进来乱挑。好了，荒谬了，这里是警察局啊，你以为是屁话？你鬼咁容易进来？是啊，哎，我们这里是荒郊野外嘛。万一有个鬼迷路闯进来，大家都不太好。大爷，我跟你保险啊，实啲啊。你嚟，小姑喺边啊？带氧气咧。十点先啦。点解啊？就咁，我咪冇啊，仲未。哎，你嚟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打招呼。给钱吧。放水咧，我话水太冇真功夫嚟啦，又会咁准啊？很简单吗？你根本没有穿袜子，没有，点解什么呢？落下大雨袜都湿啦，那就对啦，你连袜子都不干，何况嗰啲内裤呢？啊，有道理喎，死老眼仔啊！喂，阿水，你喊你嚟喊定先啦。哎，警察先生，我先有本领嘛，呢样嘢咧，我老婆娘家学翻嚟噶。佢话最紧要就有反应，叫你越大声咧，人哋就越高兴，越高兴啦。阿 Sir， 警察会打我啦，系咪？诶，是不是？我唔似啲新仔噶，佢哋有可能一时打智慧，俾佢死硬扮咩唔冲啊？警察，你有职业道德嘛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诶，两位警官，你哋好啊。点啊？乜都找不到，乜都找不到。把那灰烟过掉。错啊！阿 Sir， 老兄，不要找我了，我真的没有偷钻石十字架，我进教堂完全是上帝的呼唤，他要拯救我呀！你还敢胡说八道？我现在不是要拯救你，我准备要好好的搭救你啊！哎，老兄，不要，不要，老兄，不要，不要，老兄。
志怪，何苦呢？其实你都唔系第一日识我噶啦，我写出嚟个口供咧，即系大大地讲古咁，可信程度低啲。不过胜在有娱乐性啊，其实大家知啦，得啖笑咁咪算咯，唔好成晚噏臭口啊嘛，系嘛？明哥，我个拍档半年冇翻过市噶啦，今晚适逢其会攞翻啲二头啫，帮帮忙，认咗佢啦，最多同法官求情啦。阿 Sir， 唔係我唔想幫你啊！嗱，呢啲嘢我輸咗兩鑊，再輸多鑊我有排坐噶啦。你哋想開差官，得啦，差官門口嗰度有個垃圾桶，係我踢爛嘅，我啊抵死啊！咁你叉住我，毀壞政府公物，嗱，咁幫你狗 friend 啦啩？阿 Sir， 你都唔肯認。